傅常常说，利他就是利己，方便别人就是方便自己。那么在日常生活里，我们要如何落实呢？同时，奉献跟利他到底有没有限度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傅您好。陈小姐好。师傅您常说啊，就是利他就是利己，您上次已经解释过了，那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，就再继续说明一下，为什么方便别人就是方便自己？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？这有两层意思啊。第一层呢，方便别人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我们走路吧，如果这条路上只能够一个人通过，那总有一个人要让一下，也不管是你是向同一个方向走，或者是呢两个人不同的方向，一个向南一个向北，或者是两个人都是向南，但是这个路上只能一个人通过，如果两个人都不让的话，他也不让你，你也不让他，那就两个人僵持在那里。如果让一让，自己好像吃了亏了，可是呢让一让，让他过去了以后呢，结果呢自己也过去了。如果不让的话呢，可能两个人会发生冲突，不但是呢路都不能走过去，自己可能呢会受伤害，而且老命都丢掉了。是，因此呢，像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，就是方便人就是方便自己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我们把这个范围啊、环境啊，要看成呢，是我们是一个共同体。人的生活的环境，不是啊单独一个人的，是许多人的，而许多人呢都是共同互相有关系的。这个互相的关系，一时间你看不出来，对人有利益，对自己有什么利益看不出来，但是呢把他眼光放大，把他眼光放远，这个就能够看出来，就能够体会到。比如说我们呢在火山上烧一把火，把那个山烧掉了，是，看起来对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把那个山烧掉而已，这个对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影响的，这是把人家的山烧掉了。或者是人家的山已经在失火，我有力量去救火，我不去救，让它烧算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是呢，一座山烧掉以后，我们每一次经过那个地方，看到是光秃秃的，这个不是很舒服的一个感觉出现了。另外一个呢，那个山烧掉了以后啊，水土保持就有问题了。水土保持有问题，虽然呢我们不是在山上，我们在山下，在附近，那整个的环境啊都受影响了。对，师傅，你就让我想到那个前一阵子就印尼啊一个小岛失火，结果马来西亚、新加坡附近的国家全部受害，因为那个烟害。虽然我们没有受影响，我们没有直接受它的烟害的影响，对，我们间接受的影响的，对，可能最近几天也快要受，不一定是空气里受影响，我们的心理上受影响，而经济的环境受影响，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态都受影响，这个全球都有关系的。是，并不是说一点上有问题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是有关系的。中东有战争，打仗在他们在那边打，跟我们有关系的。我们这个人的一种经济的生活、文化的生活以及大气的生活是根本是共同的。所以说呢，放远来看，放大来看，我们就是自害人就是害自己，方便人就是害方便自己。所以这个利他不仅是说限于在这个台湾岛内，是，甚至应该把眼光要放得更大。是啊，比如说很多人呢，这个在海洋里边呢，比如说捕鱼，这个把一些西征的鱼类啊把它消灭了，这是破坏整个的大自然的生态环境的。对，破坏生态平衡。生态平衡破坏了以后呢，本来是在海洋里边，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，其实海洋里的环境
变了，生态环境变了，影响我们陆地的，影响我们人的，所以是任何一环，只要我们不保护它，我们破坏它，暂时间一时间好像对我们没有关系，往远看，往大处看，对我们是息息相关的。那这是不是就是佛教里面所说的共业的意思？是，是叫做共业，共同的一种啊业力。只要我们自己造一点业，这个会回馈的，会回来的。这个而且那个因果报应很快就回来。有的是讲的因果报应很蛮抽象的，是，其实不那么抽象。我们地球的环境是很小的，嗯，我们在哪个地方做一点坏事，就是影响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啊一下子好像没有回来，其实很快没有多久就回来了。是，我想我们多丢一点垃圾，很快台湾的那个两三百个垃圾堆都满了，又要再造更多的垃圾，迟早我们都要生活在垃圾堆上。结果台湾都是垃圾，台湾的人到哪个地方人家都不愿意接受我们的。那师父您刚刚讲到共业，我又想到佛法里面有两句话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这跟共业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关系，或者师父能不能跟我们再解释一下？这有一点更高一个层次了。共业呢就是我们造的共同的这个恶业啊，我们会受到共同的果报，这是报应。共业的形成呢，也不一定啊，是说我们在地球上造的，我们目前造的共同造的业，而是造的同类的业，相同的业。相同的业不一定啊是在同一个时间，不一定啊是在同一个区域。那但是呢，它受到果报的时候啊，是在同时成熟，这个叫做共业所感的。这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这是另外一个层次，这个比较更高深一点。我有下一次我们再谈。好，在下一集里面师父再为我们开示。是，谢谢师父。阿弥陀佛。共业呢迟早都会回到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必须一举一动呢都要小心。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